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大鹏啊，我一直以来都挺想当个演员的。我听说你们这招演员，我先来试一下。之前演过戏吗？那个，在家里就跟女朋友自拍过啊。嗯，那你给我演一段。现在啊？你就演一个男人走在街上，然后看到一个美女的反应。 搁这儿演，对，你就当我就是那个美女，你演给我看。啊，好。你演完了？啊。嗯，男人看到美女应该是这个反应吗？对呀，没搭理你吗？我演的是同性恋。 媳妇儿，你快看啊，这人啊，多二去了啊！老公，啊，好无聊啊。无聊了？嗯。啊，那哎，我带你出去吹吹风吧。真的？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。 哎呦我天哪，老公，这大白菜把我累坏了，不过真便宜哈。是，要不怎么说白菜价白菜价呢？你看我在卖白菜那还顺了点香菜呢。哎呀，我去，老公啊，你太会过日子了。那是，咱俩养孩子必须得精打细算。那孩子？啊，咱俩哪有孩子呀？ 啊！我在超市还顺了个孩子呢。啊！嗯。嫂子们都挺好的呗。都挺好，都挺好啊。嗯，你吃。嗯。兄弟，怎么了？这可乐不对劲儿呢。是吧？不是。我尝尝啊。哎呀，没有气儿了。 就换一瓶得了，别浪费了，我有办法。使点劲儿，来气儿了，来气儿了，来气儿了，来了吗，哥？啊，来气儿了，有了吧？有了，你尝尝，你尝尝。哎，我尝尝，尝尝啊。嗯。怎么样？嗯，还差点儿，还差点儿。来来来，继续。来。哎呀！哎呀！ 是来面试的啊！对对对，这是我的简历。啊，张朝阳，你叫张朝阳啊？<笑>对对对对。麻省理工博士，创办了搜狐网站。张朝阳，我见过呀，不长你这样啊。 啊，拿错了，这都不是，简历还能拿错呢？这才是我的简历。王家卫。